专业市场从业人员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，要求市场全体从业人员都必须前往检测。疫情防控，人人有责，如未按时配合检测者，需负相关责任，并请所有人员进入商场务必佩戴好口罩。从业人员需凭二十四小时不补员工通知，深夜食堂楼宇都喊到一点咖啡 Luncheon Party， 欢迎大家到六楼时尚会品尝哦。